不看没发现，看了才发现。欢迎收看，哇，才发现 ！Apple， 来来来，有什么新发现？没什么发现呐、啊。只有我妈昨天呢，从台湾打电话来 K 我一顿呐、啊。哇，好值得啊！没有没有没有，哎，是怎么样啊？你是已经进入 AR 虚拟实境啊？怎么会被 K 到啊？哎呀，还不是真的 K 啦，就是打电话来臭骂我一顿呐、啊。哦，这应该是常态。不过你又做了什么坏事？赶快哎，从实招来一下。哪有啊？你知道我是乖小孩嘛？哎呦，只是为了省钱呢，又去做了一次30年的房贷啊 ，refinance 啊。这个做30年的房贷 refinance， 为什么骂你啊？他就说啦，哦，他说你贷款好不容易已经还了20年了，哦，怎么呢？又要去贷款一个30年的？你想要一辈子还不了吗？哦，就是重贷嘛，不过也可以了解啦，因为你知道吗，老人家都希望这个无债一身轻嘛，欠钱就不是个好事啊。是啊，嗯，这我认为这个是老观念啊，我还跟他开玩笑说，我现在是美国人啊，美国人最爱欠钱啊，但是呢，他有听没有懂啊，只觉得说我这个人就是没能力还款了。哎呦呦，好啦，为了解决你们母子的那个纷争哦，就让我们 call 给我们的贷款专家 Alice 来问问他，到底是你对，哎，还是你妈妈伯母他对呢？那我 call 给他喽。Hello Alice， Hello Alice， Apple， Hi Rita，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Alice 啊，你知道 Apple 最近为了那个房子 refinance 的事情啊，被他妈妈骂了一顿。是啊 ，Alice 啊。我妈呢就觉得这个房贷呢赶快付完是最好的，然后呢她就想说，嗯，你为什么又要去贷款一个30年的 refinance？ 那我也搞不清楚啊，我就想说，嗯，在美国吗 refinance 好像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那说真的，我那时候去 refinance 的时候，只因为看到这个利息低就去了，但是我真的搞不清楚什么状况。那 Alice 啊，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呢，最适合做 refinance？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哦，就像理财一样，在每一个阶段可能都要去审核一下自己的财务，那同样贷款也是需要去审核一下的。因为我们刚刚开始一买房子的时候，我们都很怕贷款，所以我们会希望很快的把钱还完，所以每个月会多出来的钱全部都放到房子里边去。那后来呢，发现哎，其实好像利率比通胀可能我们的还低，所以呢我们就不急着还钱，然后去把钱去借出来。那到了退休的年纪可能会趋向保守。那我自己的话，我每隔半年到一年我会去看一看利率的变化，如果在贷款上我可以每个月省下100块左右的话，那我觉得值得去重新贷款。哦，所以我们还是要固定在半年啊或一年我们再去来看看我们自己所做的这个贷款的这个项目。哎，如果省下100块也可以做投资。哎，哎，对，这样 Alice 一讲的话呢，原来100块省下来就可以了耶。嗯，是啊。那 Alice 啊，这个值不值得做这件事情呢？你刚才讲的就是100块这件事情啊，那还有哪些东西我们可以评估一下，就是说到底我们做这个 refinance 这个到底是值不值得，值不值得，或者是应不应该这样子？我觉得有两种人，因为既然我们想到重新贷款，我们必须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重新贷款意味着我们的新的贷款重新开始，我们要花30年去还清这个贷款。那如果你还年轻，反正我也觉得钱在贬值，我有更需要钱可以去投资或者放在更好的地方的话，那这种情况下，如果我每个月的贷款能够成本降低的话，那这是值得去做的。那另外一类，如果是想要退休的，或者我的贷款已经付了好久，只剩下3年4年，只剩下一点点钱没有还的话，那这样的话我就觉得不值得去重新贷款了。哎，所以听起来这个值不值得再重新做 refinance 也跟着我们人生的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一个方式。像刚刚 Alice 有讲到嘛，如果说是年纪比较年长，也剩下2-3年就可以把这个费用还完，其实也就不用再做 refinance。但如果年轻，是不是这个费用我们可以哎挪在别的地方做个投资，也是蛮有效益的。嗯，像我回去跟我妈讲说，我没有那么早死啦，所以呢，我赶快还是可以去做一下的，请他放心啊。那 Alice 啊，那我有一个小问题了，就是说我在做 refinance 的时候呢，那个 agent 就问我啦，要不要 cash out？ 那我就搞不清楚啦，这个 cash out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什么叫 cash out？ 我们在做重新贷款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两个选择，
一个选择就是降低我们的贷款额，或者是减少我们的负担。那另外一种选择就是我们借出来一笔钱。那这种情况通常银行是审核根据你的房价你可以借一定比例的钱出来。那另外一个就是还是得要看你的收入，你的收入的一半，最多的一半能够作为房子的开销加你的债务，那不能太多。所以这两个审核都可以的话，银行就允许你可以借更多的钱出来。那这借更多的钱当然可以帮助你可以解决一些经济上的问题，包括你可能有一些很确定的计划想要投资，或者是学生小孩子想要上大学的费用都可能从 cash out 出来。那除了 cash out， 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选择，那个叫做HELOC。 Alice 啊，你怎么又讲到一个我不太懂的字叫 HELOC 啊？等一下，缓一缓 ，HELOC， 我们下一集再告诉大家，因为没时间了啦。哦、可是我很心急耶，不过我告诉你哈、哦，这一集呢、哦，我一定要叫我妈好好看，嗯，让她知道一下我们这些老美在想什么，什么叫做 refinance 重贷的好处是什么，是不然的话呢，她老是骂我。我好像个不孝子一样哎！伯母这一句话也倒是蛮真实的喽哦，所以解决你的理财问题，成就你的人生梦想。哇，才发现我们下次见喽，拜拜。不看没发现，看了才发现。欢迎收看，哇，才发现。Apple 有什么新发现呢？你知道昨天我妈从打的，打的。要不要 cash out？ 然后呢？这应该讲说不到底，应该我想讲一下我妈。可以吗？你要骂你妈？对。